真相只有一个。什么东西？你会在我们铺床和折衣服的时候，就偷偷去按门铃。没有没有，你等一下，反正你就站住门口，不让他们出来。听到门铃，你就放狗咬人就对了。Check，Go。快点，叮叮叮叮！帮你们穿鞋子。要送礼物呢，你们没有看到？没有，真的，刚刚是隐形的。那我们的礼物呢？爸爸有可能在刚才把全部礼物包好吗？不可能的，对啊。有可能，对，超级可能。我一个人怎么包？你跟你那个自己包，因为你有两只手啊。不可能，我一个礼物至少要包十分钟。哪有可能呢？现在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圣诞礼物。从此下山来点名，好。嗯，一起猜，好。先看看重量。嗯，行。好，我来开，然后你把它拿出来，来拿出来。哇！竟然是点火金属。这个可以变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哇！你看，这个是角落生物，跟我想象的一样。猫咪。谢谢啊，你跟我猫咪太像了吧？我的没有，我的只是这样而已。它可以开关这个窗户，这里是一个小空间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角落生物的树屋，它总共有六层。然后它就是很可爱。这个呢就是每一格一层一层的，就长这样子，这小小的。然后呢煮好了之后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这个六层的，超可爱。哇，是包裹，好够哦！这是史上最棒的圣诞节。哦，有点重哎，该不会是我的乳牙盒吧？哦，好了，哇，真的哎，我猜对了。哦，很重哎，看这个阿才的，哎，它下面是朝前。它这个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柴犬的，里面有一个小时候剃头发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打开有磁性的，所以不管怎样都不会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可以放任何一颗牙齿，里面还有一个存钱筒，超可爱的。好，这个，接下来就是拆这个，来。
会配他的小朋友。小朋友。白熊、蜥蜴、企鹅、炸猪排。有反光的姐姐。猫咪，那个是什么？土拨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土拨鼠什么？我看。应该不是。看，我看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土拨鼠了。妹妹，那几只吗？还有土拨鼠，和小企鹅和富士山。对，哇，就是这个。这里面会有6个、8个印章，而且是白熊的。对呀、啊，会有白熊，还有全部的角色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吧。白熊，白熊。就是有个白熊，它下面是印章，我好幸运呢、啊，妈妈好幸运，有这么几个喜欢我喜欢的。然后还有这个白熊的伙伴，对，它的小伙伴是包裹布，包裹布。然后这是白熊的底部，很厉害。来，三、二、猫咪来，好。它这个，我们以前有个这个，后来我们有个那个这个的，我们以前有，然后剩下的都没有。现在我抓啦，全组到齐。这里还有4只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我们还有这个，这个。小瑞最喜欢的喵。哇，很幸运耶，最可爱的。它这个是面纸的猫咪，懂吗？那这个最大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爸爸忘记。不是我买的啊，我买角落生物这些而已啊。好骗人啊！好骗人哦！拉，快拉，拉拉，不是拉着腿，拉着把你的拉过来。拉。是吗？不是外星人，有福。外
心人呐、啊！你要扶麦克风，麦克风，你要哪一只？看爸爸，看这只。三、二。喂，喂，有人吗？喂喂。喂。错。对，我刚刚想要扶，而且好我没看见。哇，粉红色，美丽无忧美丽，这个是一响。然后呢？来麦克风。Bluetooth mode。喵。来，要开。要开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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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路里卡路里。喵卡路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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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喂，每天起床第一句想给自己打个气，然后每次都吃一粒米，都要说声对不起。摸起摸起看看我，我的锁骨在哪里？美丽，我要美丽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喵喵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这个礼物太棒了，史上最棒的圣诞礼金。那我要这个。好。你看，贴纸书哎。超大贴纸。我要看一下我的。你的该比我好哦。好，我。第三页，我想唱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唱，等一下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选完礼物再来唱。圣诞老公公送的礼物喜欢吗？喜欢。圣诞老公公有没有送礼物？妹妹。爸爸给的有点少。爸爸给的有点少哎、欸。对啊。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拆箱子啊，而且旧箱子又不见了、啊，所以到底是原本旧的箱子跑哪边去了？怎么会有人帮？会有人帮我们把圣诞礼物包好？一定是丢在后阳台的，妹妹猜对了。妹妹，你假如今天圣诞老公公来送你礼物吗？你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吗？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圣诞老公公没有。为什么？可是他送你那么多礼物嘞。是妈妈爸爸买的。爸爸买的是角落生物啊。角落生物，啊，爸爸也有包装。爸爸没有包装啊！爸爸有包装，别人不是爸爸包装的，我发誓。嗯啊、你看你礼物原本都在那里的、啊，没有人包装的、啊，到底是谁包装的？没有，你骗人！爸爸不会包装。世界上又没有圣诞老公公。有啊，可是我们今天学校圣诞老公公来学校，结果也是假扮的、啊。是啊、哦，他们那假的、啊，我们家来是真的。没有。啊、那个唱歌的呢？竟然会有那个唱歌的，爸爸也不知道啊。我们有许愿，圣诞老公公知道，就送唱歌的过来。啊，我跟姐姐都没有许愿啊。有啊，你们说要唱歌啊，今天要唱歌的啊，对不对？圣诞老公公知道了，就把那个送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圣诞老公公送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哪有可能？我哪送去买的？嗯，有你有。而且我们家里又没有。我想。所以没有圣诞老公公，明天早上圣诞袜里面就没有礼物了，对不对？圣诞袜是你放的，只有尺啊，啊不会有其他礼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他礼物也是你放的。来了。没有啦，就买尺而已啊。哎，这怎么这么难骗啊？现在小朋友。